好，我哋而家到咗呢個科學會嗰個時間啦。咁啊，今日我哋科學會都可以講啲咩嘢咧？嗱，咁啊，有少少古仔嘅，咁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幾有趣，就係咧，即係喺美國嗰個冷戰時期去做咁多呢啲咁樣嘅軍事嘅測試咧。咁我諗台長你喺神秘之夜都講過唔少呢啲類似嘅故事嘅，就係因為好多時佢要好多嘢去保密咧，就留低咗好多啲不解之謎。咁其中一個啦，我就即係我唔係講嗰啲乜鬼外星人啊，乜嘢費城實驗嗰啲咁嘅嘢。但係有一個咧，到今時今日都完全未解嘅一個懸案係咩咧？就係話喺以前美國嘅呢啲咁嘅攜帶核彈嘅軍事飛行測試裏邊咧，有冇試過唔見咗核彈？嗱，其實事故出過唔少嘅，即係我唔知道台長或者聽眾你記唔記得咧喺。90年代吳宇森咧去荷里活幫手拍片嘅時候咧，有套出名就叫 Face Off 啦。咁另外有套咧，其實好似早過 Face Off 少少，就叫 Broken Arrow 啊。好似都係揾專特拉華特係咪咧？我都唔記得。喪屍幻探。係啦，咁啊，即係我呢度我記錯咗，隔咗太耐。咁 Broken Arrow 嘅意思就係話咧，美國喺一啲戰機攜帶核彈嘅軍事演習行動入邊丟失咗核彈，佢就會叫 Broken Arrow 噶啦，即係發生呢事就叫 Broken Arrow。咁原來其實一路喺美國嗰個嘅即係呢個軍事歷史上邊咧，發生過都成廿幾三十單啲 Broken Arrow 事件。咁而其中有一個咧，一路嘅懸案就係話咧。究竟入面有冇真係唔見咗核彈？咁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原來都仲有人去嘗試去考證嘅，就係話，即係隔咗幾十年啦，究竟呢個核彈係有唔見到定冇唔見到嘅咧？咁即係呢度有少少古仔咯。哦，你原來你講啊，不過我唔知啊，因為呢個 Broken Arrow 原來一個術語嚟嘅。係啊，係啊。原來佢好多隻喎，原來咧叫 Bent Spear， 即係嗰個矛攣咗。又係講緊就係。運輸嗰陣時候咧，就出現咗意外。係。咁而家呢個講緊就係咧，係一啲如果 broken 咧斷線嘅，就話一啲嘅核彈，或者核彈頭或者元件唔見咗之後，不過唔會構成呢個核子戰爭。嗯。佢原來都有傷，哇！如果你睇到成十幾單添喎，仲有。其實係㗎，嗱，咁你諗下咧，其中一個喺冷戰時期成日試一樣嘢咧，就係你一個戰機真係攜帶住核彈頭，嘗試去演習一個轟炸嘅任務，而地面嘅雷達系統咧就調翻轉啦，就嘗試去偵測下，如果有敵機去攜帶核彈去潛入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去偵測到佢？咁其實就係一攻一防嘅，即係紅藍軍電子巨對抗嘅一個演習嚟嘅。咁其中一個原來我自己唔覺意去過好出名嘅演習基地就係紐約嘅長島 Montauk 嗰個地方，就而家嗰個基地係廢棄咗噶啦。哦，嗰、那個好值得即係講嘅，因為我好開心啦，因為嗰個理論上就係神秘之嘢，一啲好即係冇實質嘅證據嘅，但係咧 Montauk 呢個地方咧，事實上的而且確比較離奇嘅嚇。係啊，嗰陣我嗰陣識你冇耐陣，我哋咪講咗集咯。嗰陣神秘之夜，係啊，係咁又試過無端端揾到隻好似中咗輻射嘅狗嘅屍體啊，咁嗰陣咁啲嘢噶嘛，係啦。但係有人話，如果我試過掟個核彈嚇，咁因為嗰個好長時期係一個軍事禁區嚟嘅，就唔俾人入嘅。佢喺個 Montauk 燈塔隔離嗰度就有個封閉咗嘅軍事基地，就喺六七十年代就不停地使用嘅。咁但係後來就廢棄咗，咁好多就會搬咗去更加渺無人煙嘅地方。咁你可以想象到嘅，如果喺嗰啲德州啊、新墨西哥啊、亞利桑那啊呢啲咁嘅沙漠地帶咧，好多時就做好多啲咁嘅電子對抗。咁呢一次咧，呢個就應該發生咗喺呢一個嘅喬治亞州，咁即係都喺美國南部啲嗰啲咁嘅地方噶啦。咁其中嘅一個嘅斷戰行動啊，就係話喺嗰個演習入邊運載核彈咧，就其中咧兩個嘅戰機咧就失事。好像直頭是相撞，跟住就係、是，但係嗰、那個機緣咧就能夠成功去彈射咗，就逃生咗。但係咧嗰個嘅戰機本身攜帶住嘅武器咧就丟失咗。咁呢件事咧就發生咗喺呢個係1958年嘅2月5號啊。其實佢用緊嘅就係 B-47嗰種咁嘅轟炸機。
係啦，咁就當時咧就係會攜帶住個核彈，而好離奇嘅就係話咧喺個記錄就係話嗰個飛行員去口述就係話啦，佢當時要逃生，亦都按住個指示咧就係將個核彈係掉咗，咁當時係掉咗去個海岸嗰度嘅，所以成件嘢就冇辦法喺陸地度揾到噶啦，就跌咗落個海嗰度嘅嚇，咁一路咧就冇揾翻。而上面佢掛載住個核彈咧，其實就個好多時嚇，對於個飛行員嚟講，佢唔係好清楚入邊係帶咩餡嘅，件嘢係有幾真有幾假，佢唔可以過問嘅。總之就要你孭住呢件嘢去，就話咗俾你聽係真嘅啦。咁所以咧，佢就當正係真咁嚟行動去做嚇。咁但係好得意啦，喺嗰個件嘢唔見咗，掉咗落個海嗰度。咁當然就想去揾啦，揾唔到。但是呢即是在那個記錄裏面呢你不見了那些 核廢料其實好即是那些核有帶核的其實很麻煩的。但是同一時間美國自己軍方那邊也都說了哦其實這些這樣的行動呢我們不會真的給一個真的核彈下去的。舊東西的結構一樣但是裡面的心呢個餡呢就不是真的會擺個有235或者不會擺個plutonium 下去的。啊、不過就找第二樣東西壓了去的啫這樣。咁但係咧，啲文獻之間嘅記錄咧就互相矛盾，所以一路係搞唔清楚究竟入邊係有定係冇咧。而好得意嘅就係話咧，中間亦都曾經試過嗰個海岸地帶有人曾經試過無端端咧係掘到啲嘢咧，係發覺個輻射量好高啊，亦都引發咗就突然之間就係突然再要封閉個海岸再揾一次，最後都係揾唔到。咁所以呢個就成為咗個歷史上面一單好奇怪嘅懸案喺度咯。咁係相逢恨晚啦，啊一個咁有趣嘅題目嚇，到依家先知。但係咧，根據維基百科講咧，呢個係 bug 嚟喎，應該假核彈嚟喎，係嘛？嚇，咁希望係啦嚇。咁但係如果就有係真係即係出現呢個情況咧，咁當然就係有大問題啦。而一句維基百科講嘅就係美國空軍係俾嗰個地方嘅受害者咧係控告，係，而且好近喺舊年嘅事嚟嘅喎。咁咧就獲得係$54,000嘅賠償啊！係啊，呢個嘢就真係我諗呢個賠償就好多時係一種經濟上嘅損失嘅。你突然間失驚無神又要封咗個海，等我如果嗰個揾開食嘅，你唔俾我喺嗰個揾食，咁嘅情況啦。但係而家佢講係六個人受傷啊！有人受傷添係嘛？直頭哦，即係失事啦，因為直頭就係啦，係啦。有人受傷啊！嚇。好啦，咁誒，但係你講呢單嘢最近一個好有趣嘅消息，我哋都冇時間講。美國隻 F-35係唔見咗而家，係嘛？你知唔知呢單嘢？嗱，我未睇嚇。嗱，佢係喺咩過程之中唔見咗先？個機出現咗故障，個機員彈射冇事。但由於佢係因為佢係隱形戰機，所以真係隱咗形。真隱形係咪？唔係，佢隱形嘅已經係所有嘅係 detect 唔到嘅。嗯。佢得，所以而家佢唔見咗咧。最新嘅發現係見咗四隻鹿，係，但係照計個飛行員自己彈射嘅位置就應該就大約係嗰頭嘅啫，係咪？啊，好難講啦，呢下嘢真係，係咪？因為呢隻係好先進嘅戰機咧。即係你話如果佢彈射完之後自己仲識飛唔知幾百公里嘅，咁啊冇計啦，係咪？咁但係我咁照計唔係喎，照計係咪？啊。咁可能就係即係又唔知啊！你話如果特登講喺邊，就有人去尋寶噶啦嚇。咁啊，佢而家係周圍揾喎，喺呢個南加羅連納州嗰度啊，揾係真係揾緊嗰個機嘅殘骸而家。哦 ，Carolina 嚇。係啊。OK。咁呢個亦都即係帶出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以你咁高危嘅武器，你控唔控制到介唔介入到佢哋？嗱，而家似乎咧，我自己比較傾向相信就係佢哋官方嗰度講，就係話應該就唔係用真核彈嚇。咁雖然中間試過係度到異常嘅輻射，但係後來證實到就係原來同現場嗰度嘅一啲礦物，原來嗰個特別係有多咗啲放射性礦物俾出嚟嘅假嘅信號嚟嘅啫嚇。咁同埋亦都咁講，如果喺嗰次嗰個核彈本身係 plutonium 嘅話咧。你唔去觸發到佢咧，佢嗰個風險就唔係好高嘅，因為你都知道要燃點到嗰個 plutonium 核彈咧，所需要嗰個嘅精準度好高嘅。如果本身純粹個外皮已經受到損壞，令到佢外邊嘅嗰啲炸藥，佢炸得唔好嘅時候咧，基本你都冇辦法去引爆到嗰個 plutonium 嘅連鎖反應嘅。
咁所以咧就咁講啦，如一隔咗咁多年，如果揾唔到你真真正正真係唔見咗，即係真係有核彈唔見咗嘅機會，我諗都唔係好高。但我諗最可疑嘅地方就係、是，咁你就算有個假核彈，你揾唔揾到個假嗰嚿嘢去咗邊先？而家都似乎係就咁唔見咗就唔見咗，咁呢樣就令到成件事係最可疑。再加上就係、是。嗰啲咁嘅軍方嘅文件，其實真真正正知道入面有餡定冇餡嘅人都未必真係好多，以當時嚟講，咁所以大家啲嘢咧寫落去個報告時候就對唔到咧，亦都係可以理解咯。咁如果喺當期發生人嘅冷戰高峰咧，佢哋呢啲情況一定保密㗎啦，呢啲係事後大家掘翻出嚟或者有人查先知嘅啫嚇。咁但係咧，我哋喺香港我哋都有經驗啦，譬如話我哋有個地盤，見到地盤突然間掘咗個蛋出嚟，嗯，咁跟住人疏散㗎嘛。係啊，嘅軍火專家嚟走去睇下，哇！使唔使點搞啊？定還是點？有啲如果即係仲爆得嘅引爆啊嘛。咁如果個核彈，即係我無論你幾耐啦，如果突然間話俾我聽，喂，嗰度揾到個舊嘅核彈喎，過期喎，咁點處理咧？嗱，呢個就砸死咯喎。咁你首先就你成扎嗰個裝備處理就同嗰個核電廠洩漏嗰個同一個級數噶咯。你首先假設佢有洩漏先，同埋你掘到出嚟原本有覆蓋地方裸露咗出嚟，會唔會直頭係有成個核燃料去裸露咗出嚟咧？嚇！你話爆個風險，我諗就未必好高啊，因為好多時爆嘅時候咧，佢未處爆狀態，佢都係將佢分開咗擺。你係要特登靠爆嗰下嚟將佢，即係將一個化學嘅爆炸嚟將佢撳埋一齊，先至可以俾到個核子嘅爆炸出嚟嘅。咁但係嗰個淨係嗰個核原料本身暴露咗出嚟、裸露咗出嚟，然之後俾出嚟嗰個嘅風險已經係好大嘅。咁所以就即係所謂唔見核彈咧，係應該係一個真係好嚴重嘅事件嚟嘅。而家就好得意嘅就係啲文件咧，因為要隨住個年月咧慢慢去解密啊，啲嘢係隔咗係50年先解密，咁即係有啲係30年咁。咁佢其中有啲嘢係原來1966年嘅保密咗嘅嘢，要去到1994年先至解密。然之後越係遲嘅時候，就越嚟越多嘢去掘出嚟。所以呢件事點解就係話哇，佢等咗成即係幾十年。先至今日先浮上水面，即係擺咗落嚟科學回憶錄咧，咁即係都係去到舊年都仲有人去將啲資料進一步解密，所以成個故事先慢慢逐步去還原咯。咁啊，所以咪真係科學回憶錄咯。咁而且唔知陸地啊嘛，即係海底可能都有核彈啊嘛。咁你嗰啲咪更加難搞咯嚇啊！係啦係啦，咁而家咧根據翻咧嗰個2001年嗰個嘅美國空軍嗰個報告咧，佢就話啦。成嚿嘢咧就係7600磅咁重嘅，咁咧入邊至少有400磅嘢咧就係嗰啲傳統嘅炸藥嚟嘅。咁呢個炸藥嘅作用咧，其實就係幫我咧將嗰、那個即係因為佢係嗰種 plutonium 嘅核彈啊，佢就係好似我哋睇電影嗰、那個奧本海默嗰個電影入邊嗰啲炸藥就係一個球形咁樣去包住嗰個嘅核心。咁如果佢同時間炸嘅時候，就會向嗰個嘅球體嘅核心產生嗰個極大嘅壓力，就將入邊嘅 plutonium 壓縮，就令到佢點著嗰個連鎖反應。咁所以咧，入邊就係你唔講入邊有冇核原料咧，咁至少入邊都有400磅嘅炸藥喺度嚇。咁所以點都係有啲危險性喺度噶啦。嗯，咁如果你即係舉一反三啦，如果美國有啲咁嘅嘢，咁你諗下。蘇聯會唔會有呢味嘢咧？個機會更高。我只會講更高嘅啫，係啦，係啦，即係你蘇聯曾經試過核試完之後，嗰附近都冇疏散曬啲人，就核試搞到啲人中曬輻射，都夠膽死發生咯，係咪？咁只會係有更加大鑊嘢嘅啫，嗰度就。咁你再諗下啦，北韓嗰啲，即係嗰啲係可以亂嚟噶嘛？直情。甚至乎中國啦，即係中國當年核試曾經試爆失敗嘅時候，其中一位受害者咪鄧稼先自己咯，係咪？正正就係嗰個嘅內爆做得唔勻循，令到成個核爆點唔到出嚟，咁佢自己就受咗好大嘅輻射去污染，咁甚至乎直接係導致到即係佢死亡嘅原因咯。咁呢個就當然就研究人員自己承受咗一個即係意外嘅風險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講平民嗰度咧，可以睇到蘇聯嗰度照計就更加多，因為佢做得嘅次數亦都多，亦都出名個規模做得大。
咁所以你會睇到就係受到蘇聯核試潛在影響嗰個就會係即係非常之多。我即係唔好講到蘇聯自己啦，我哋早兩個禮拜講，就算喺德國嗰度揾到嘅野豬，佢哋都受到法國嗰邊嘅嗰啲核試嚇，都會污染咗，都會輻射超標咗，咁一樣係有咯。嗯，好，咁我哋今日完成咗即係所有嘅環節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拜拜。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